好，为了关心八八水灾流离失所的灾民，那么刚从南部灾区回台北的艺人彭佳慧号召了40多位的演艺圈好朋友，昨天晚上举行了赈灾演唱会。这个门票所得4万多块钱，全部要捐给屏东家福中心。那么连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唱过的这个王仁甫还有季晴夫妻，他们都手牵手合唱歌曲，场面相当的温馨。刚从南部灾区赶回台北的彭佳慧，为了想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晚间率领众好友们一起开场赈灾演唱会。筹善款，连从未在公开场合合唱过的季晴和王仁甫夫妻都难得手牵手温馨开场。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着你。好烦哦！一起一起，好，走上回家的路。很需要，非常需要的是，也许一些社工朋友们跟他们聊聊天，然后治疗他们，因为这个灾难实在来得太快，然后也来得太大，他们的心里没有办法承受。40多位歌手轮番上阵，这一场演唱会门票募得4万多元，艺人们全数捐给屏东家福中心。演艺圈大合作，不只用歌声抚慰人心，还要用行动做善举。中央新闻陈一凡、方志武台北采访报道。